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ushroom 金针菇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《植物大战僵尸二：恐龙梦幻球》。保护守护者，啪啪啪，好多虫子呀！这里是丛林，虫子多很正常。第一件宝物就在那里，那里有恐龙，都是小盾龙。小盾龙是侏罗纪早期的直齿恐龙。背部长着密密麻麻的骨质棘状突起，是最早的身上有硬甲覆盖的恐龙。小盾恐龙体长只有 1.2 米左右，虽然个头小，攻击力不强，但十分灵敏警觉。它们那么小，我三拳两脚就能打败它们，你18拳36脚都打不过它们。你太小看我了吧？不是小看你，它们身上有坚硬的护甲，连大型肉食恐龙都不一定能咬穿。要是你赤手空拳去打它们，你的拳头就倒霉了。那我们就待在这干瞪眼吗？还好，阿峰叔告诉过我小盾龙的弱点，好像我们正在执勤了，别分心。这么香的味道，一定是我最爱吃的蕨类植物的树叶。哈，第一件宝物到手了，隆隆隆隆隆啊！厉害，我闪，我躲，我避，我让，成功。你是怎么练出这么灵活的身手？我在教室里练出来的呀。教室一定是个很恐怖的训练场吧？不，教室就是让我们坐着读书的地方。在坐着读书的地方，怎么能练出这么好身手？因为调皮呀！看我的暗器，我躲躲躲躲。我们先把它藏起来，然后去拿第二件宝物吧。第二件宝物在哪？就在那里。是啊，这也是那个阿峰叔告诉你的吗？你那个阿峰叔简直无所不知。当然了，除了我老爸，我们家族里最厉害的就是他了。天哪，原来这里是个火山湖。阿峰叔说第二件宝物就在湖底的石头箱子里。这湖看上去挺深的，要拿宝物恐怕得潜水。你会憋气吗？憋气就是屏住呼吸，这样才不会被淹死。我不会憋气，但我会吃啊。阿峰叔说吃了这种草，我们在水下就能自由呼吸了。咕噜咕噜咕噜噜，分头找吧。好，在那里。咕噜噜噜咕噜噜噜，啊吼，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收看。